今天晚上准备开始吃这个螺丝啊，这个已经搁这儿来回换水，搁这儿好几天了。你瞅瞅，还在这呢。嗯，这就放这儿，然后先让它吐沙。这个螺丝这是俺从河里这弄来嘛，这你看这螺丝表面刻着这个绿色的这青苔，可脏。首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青苔先给它洗干净。来吧，我看着人家咋洗的，拿个这种洗洗的这种袋儿给洗衣服上了，开始揉搓，先倒里头。我找个地儿，给这土壤不中，找个硬点的地儿，水泥地，全都这揉了搓了，跟洗衣服一样，搓搓揉揉，冲冲，找水冲冲，继续，看看揉的咋样啊？哟，洗来就是挺干净哈。这上面的青苔都掉了，洗干净了。干净了吗？瞅瞅，洗多干净啊！一水柜，看看。当时啊，用那搓多干净，瞅瞅。嗯。哎，贵。中，这个法儿中啊。好，这洗干净之后，现在给这个螺丝的它这个屁股给它剪掉啊。就是它这个脚尖这个地儿，这个剪开的中吗？剪开，剪开的中。嗯，好。一着都烂了。哎，一碰都烂，可好弄。哇，好多吧，可多吧，三个这个。屁股剪完了，现在进屋开始蒸啊。这又是，看看，这一道菜啊，又是费工费事，对，费厨师，我跟你说还。撒点盐，撒盐给它杀菌，因为毕竟这是河里的东西，一起杀菌。放点高度白酒，这还能去腥啊，这不光杀菌吗？这个抓拌抓拌，再放点小苏打，接点水倒了。上面淋一圈油，吸附这样的脏东西。好，现在搁这儿搁它让它泡俩小时，然后继续下边开始蒸。2 hours later， 再给它套几遍。好，烤好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一问中，可干净了啊！加油了，跟那个海块一样。下水焯10秒钟，10秒到15秒，不能多。然后你多点小火，葱姜蒜炒香，大椒给它掰碎，往里搁。加油！炒上煸菜，放红辣椒，再煸。煸水给它煮到酱。放点红油，放点红辣椒，加大火，烧一分钟，加一点料酒，这么多，加一点，开大火啊，啤酒。
好了。那吃菜，假生年，耶，真配，俩喂你了，你说这，俩包，张嘴，好，还是玩啥？就是咱俩开了螺丝，这一下午，哎呀，再见，拜拜，嗯，拉拉嘞。